就这群好客家古老嘅乡亲，真该推重视客家文化协进会。大礼拜乡亲都被集中乡下唱歌跳舞，还开办搞民主乡下来唱客家歌。明年还会办一摆新歌发表，两摆还有四岁嘅小朋友染唱客家童谣，展现出客家文化乡下当今嘅新歌。一位成人唱客家歌曲《桃花开》，来为佛堂开唱。三等学员连登上台表演，展现出学习成果。还有当地家长每带等成年人来唱歌。其中一个四岁上来的小阿妹，虽然忙通宵之夜，不过唱客家童谣唱到一唱样，啲现场的人都看到蛮激动。有看录音带，就是。天师蛋糕诶，学过唔错个人，爸爸妈妈来教起来。做第多咧来唱差不多三四张音咧。因为之前有一两位朋友，他是客家人呐，就是想说，好、啊，刚好碰到有人的机缘，说啊上来学习学弦鼓，还有歌谣班，还有客语。为了传承客家歌谣同戏曲，台中市客家文化协进会伫北屯区 Q 三公园发通中心。盼你结下康搞好考察，学个扮演贴片来盼成果发表。Q 沙公园哈，了尾哈要开办客家流行歌，行个客家传统嘅歌谣。啊，底部都有差不多有15个左右嘅宣传师哈，大家哈全部当热心啊，当认真来学咧，你嘅所有嘅。客家的佛堂，看到当中有四岁嘅、六岁嘅小朋友，四奶四妹，大家都唱客家歌，唱到当欢喜，表情当生气哈，当发拍啊！看到客家嘅未来嘅希望，还有按客家社团未来嘅发展嘅方向，应该都系唱阿嚟唱唱。主办单位讲，啲台中独飞起，喺度当到行人，因正环境嘅关系，客家语言同文化流失到一严重。古所希望大帮开办客家歌谣研习课程，本台家有机会始终乡下客家文化，每做在当今下去。客家新闻李新龙台中报道。